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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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请坐。诸位贵宾，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晚安。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是《金刚经》与富慧自在。我们首先呢，讲“自在”两个字。所谓自在啊，是无拘无束的意思，是不受啊任何的阻碍。要怎么就怎么，这个叫自在。这是人人呢都是梦寐以求的事，都希望能够啊自由自在。可是真要想得自在，还就不容易。我记得在30年前。我是在山里边修行，那个时候啊，我跟一位老法师说，我说我现在被关起来，一点也不自在啊。那老法师回我一封信，他说谁得自在了？他说他老人家也不自在。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的身体很小，而我们的生存的环境呢也非常有限。从我们的身体的自在就不容易，要在环境里边的自在那就更不容易。不过他给我一句话，如果心的自在呢，就是真自在。当时我见到了这位老法师啊，给我这样子一句勉励之后啊，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在山里边的那个官房啊是无限的大，而我自己啊是世界上啊最幸运的、最有福报的人。因为我有自己呀，能够处理自己的自由，我能够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个就是很难得的自在呀。我能够把自己要关起来就关起来，这也是我的自在呀。还有我在山里边呢，能够不受到世界上的许多的麻烦事来麻烦，不看报纸，不听啊收音机，那世界上所有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啊对于世间的事不知道，所以啊我从世间是得到自在的。因此呢，我又写一封信呢跟老法师，我说我很自在，我就把我的这种啊想法或感受来报告这位老法师。这位老法师写信就骂我了，他说你这个自在啊等于是说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不听到外边的声音，你就表示觉得外边没有声音，这个不是自在啊。真正的自在呢，
是啊，受人家嘲，被人家闹，而自己心中啊不受影响，这个才叫真正的自在。事实上，这位老法师讲的话是经典里边的，就是佛经里边的，处处都在这么说，只是啊我没有注意到而已。因此我又学会了，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要自由自在，那才是啊真正的功夫，也可以讲是真正的享受。在禅宗有一位禅师啊，有这么一句话，叫生死自主，来气自由。这听起来非常的诱惑人，生与死也可以自主的，而来与去啊可以自在的、自由的。那么许多的人呢会误解这句话的意义。事实上，所谓生死自主，并不是说有人要把你要杀你的时候啊你可以不被杀，遇到灾难的时候啊你可以避免一切的危险，而是说你很清楚的你是怎么死的，而死的时候啊一点也不会啊怨恨恐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晓得时间是到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死了，所以死得非常的自在，这个叫是自主。这不是说能够避免呢所有的一切困难。另外，来去自由。可是呢，说这句话的人呢，就曾经呢被关在牢里边呢好多年，这也是佛教的叫教难，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是啊被啊牵连进去，结果被关起来，而最后啊他也死在牢里边了。可是他还是讲叫做啊来去自由。如果说我们想象中的来去自由是一种神通，那他可以不需要被关在牢里面。如果被关在牢里的话，他可以啊随时啊用神通啊离开牢里面，就是飞行自在，那叫做来去自由。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来是我要来的，不是被动的，去是我要去的，不是被动的，毅力要我来我就来了，这不是叫我自己来，自己要他来的吗？毅力和因缘呢让我去，那我就去了，这还不是自主的吗？还有自己啊正在困惑之中的时候，自己不以为是困惑，这个时候啊这叫做啊能够安于啊困惑或安于啊困难的情况，他自己能够心在这个情形下还能够非常的安定，这也叫做自在，也叫做自由。所以佛法里边的讲的自由啊自在，事实上啊
是从内心做的功夫，而并不是一定呢要求我们的外境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去做。可是如果是这样子讲，这样子说，可能就使得一个人呢变成了非常的消极，就是叫安于现状，不求进步，也没有理想，什么事情就不需要做，反正是在什么情况都是啊自在的。佛经不会这么说。天然温和，无色透明，散发淡淡葡萄柚香，爱护我们的地球，宝贝您的衣物。四福天然茶籽洗衣组，洁净洗衣新上市。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进步，又在艰苦中见其光辉；人生要在和谐之中求发展，又在努力中见其希望；人生要在安定中求富足，又在锻炼中见其庄严；人生要在沉默之中求智慧，又在温柔中见其力量。佛法应该怎么用？为什么烦恼起来时却使不上力？人生杂志为您提取佛法的智慧，活用于日常生活中，为生命注入源源不绝的心灵能量。福慧人生订阅专案，详情请洽法鼓文化。法鼓山独特的禅悦境教，体现自然景观、人文建筑与心灵环保的和谐美感，庄严朴实的佛像与殿堂艺术，提供参访者身心自在的安定氛围。现在我们呢看一看，今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主题啊。福报和智慧，我们先把这个福报和智慧两个字的定义啊来探讨一下。第一，福报与智慧的一体的两面。第一，福报的定义是什么？过去种福是现在有福，现在种福未来有福，这是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因果的观念。事实上，种瓜会不会得瓜，种豆是不是一定得豆，这是问题啊。种瓜不一定得瓜，为什么？如果那粒瓜子本身呢就没成熟，然后种下去以后啊，也不给它施肥，也不给它浇水，也不给它阳光，那这颗瓜子种下去以后啊，不会得瓜。但是不种瓜是不是可以有瓜可得？当然，种瓜尚且不一定得瓜，不种瓜怎么可能有瓜可得？因此，我们呢，必须呀，要但闻耕耘，不闻收获，需要耕种啊，是非常需要的。因此，我们叫做
要培富啊。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富的这个含内涵是那分成哪些啊。第一，惜福、培福、增福啊，重福，关怀社会，利益人群，是啊，真有福。我们这地方没有写讲享福啊，很多人认为是享福的人是有福的。看到人住的房子好，坐的汽车好，穿的衣服好，地位高，说他是有福的。其实这个叫做享福，这不是真正叫做啊有福。有福的意思呢，能够保全它，保持它，而且还能够增长它，这个叫做有福。所以我们首先要有福的人要惜福，不要把福报啊享尽。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过去和这一生之中所种的福啊是有限的，如果享福的话很容易享尽，如果把福报享完了，那我们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福的人。所以福法首先要叫人家惜福。那么今天的这个社会啊，很多的人在很多的环境场合之下都在啊浪费，这个就是不是惜福。衣服啊并没有旧到哪个样子就啊不穿了，我们的饮食啊并不是啊没有营养而希望啊去吃更贵的东西，这都是啊不惜福。所以惜福的人是啊生存在任何一个环境之下都能够啊常常警惕自己，自己的福报是有限的，不要一下子想完了。因此我在美国啊最初开创道场的时候，诸位知道美国是一个黄金国，到了美国就是一定是非常的富裕的一个国家，其实不然呢。我在美国刚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穷，我没有房子，这是租人家的房子，而租人家的房子里边呢什么也没有，所以家徒四壁。我带了几个美国弟子就住在一个租着来的一个人的房子里边，然后我们要想用的东西连碗筷盘碗都没有，我们到马路上去捡。这个美国这个地方也可爱，如果这个多的呢它会丢到马路边上去，就没有的话也可以在马路边上捡回来，所以我就在马路边上捡。然后呢吃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哎，在美国也可以捡到。这什么时候捡呢？到晚上10点钟以后上街，到那些菜摊子的旁边还有面包店里头去啊去捡他们当天呢卖不掉的准备变成垃圾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就捡回来。当时我就吃的是垃圾，用的也是垃圾，当然我们就住在垃圾堆里边。可是啊，我和我的弟子过得非常的愉快，
这个而且每次捡回来的时候，捡的时候很欢喜，捡回来的时候很欢喜，吃的时候很欢喜，那表示这个美国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因此我当时呢对我的弟子们是讲的两句话，我说冬天呢饿不死就好了，平常啊，不是，冬天冻不死就好了，平常啊，饿不死就好了。就是以这两句话作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原则，就这样子是一天一天的过下来。有一个美国人呢，来看到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他就问我，他说法师啊，你这样的辛苦在美国做什么？你就没有地方去吗？我说我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所以我也到了美国。他说你到美国来做什么？我到美国来就过这样的生活，我以这样的生活过下来，同时我因此而感化了好多啊美国人，跟我一起生活，跟我一起修佛。这是啊，我在美国觉得物质上过得非常的穷，可是呢，在心理上啊，精神上是非常的富裕。这叫做啊惜福。说惜福实在是，当时我还不敢说惜福，因为根本没有福可享，这个不叫惜福了。就是说我就是必须要生活在贫穷的这个情况下，而生活得很愉快。把握生命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事事学习，时时充实，微笑面对人生。即日起至9月30日止，微笑面对人生，让生命更美好舒展，单本特惠30元起。点燃一瓣馨香，将心沉淀在书写经典中，一字一句语法相会，抄经一遍胜过阅读10遍。生活祈愿修行抄经本，邀您一起与佛相应。家，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的家人，只要用心珍惜，你就是让地球生生不息的力量。做好新六轮的奉献，好愿就会实现。佛法告诉我们，生命皆息息相关，相互依存。佛教与生态学结合佛教与环境伦理，全面关照地球的生命系统。佛教与生态学现正热卖中。诸位有没有听过中国有一位圣人，孔夫子的弟子，是颜回，他也是那么穷啊，说一箪银，一瓢食，居陋巷，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当时呢，我想我做的地方还比颜回做得好一点，所以我感觉到很高兴，很愉快，所以我的福报还比颜回大一点，当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我今天呢，我们呢，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我们的道场的环境渐渐的好起来，经济条件渐渐的好起来，可是我还是啊，常常要想起，我们不可以啊浪费。在平常的时候啊，我常常跟我们农禅寺的徒众这样子讲，我们要吃好的，但是要便宜，既便宜又能好，那是最好的。我们要用好的，但是一个原则，不能贵，要便宜。那便宜的就是好的，对不对？不是，我的要好的，而是便宜的。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我有一个徒弟，最近呢刚刚从韩国啊回来，他说在韩国的出家人的生活啊非常的简单，比我们农禅寺啊差得太远。韩国呢，和尚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泡菜，吃的萝卜干，到处都是这个样。从南方的韩国到北方到汉城的韩国都是一样。那他们每一个和尚啊都还蛮壮的蛮胖的，吃的比我还要好，不是比我壮，不是比我好。我现在的营养不错哎，但是我瘦瘦的，人家都说师父你营养不好，我说我不是营养不好，营养过剩的，我是。所以营养过剩的是不消化了，所以就变成这样的瘦。第二，我们要培父啊，用什么样的培养？我们呢，昨天前天呢都已经讲到，用布施啊来培养福报。下边要重福，没有福的人要重福，福报不够的人要培福。所谓重福，拿什么重？也是啊，布施。所以《金刚经》呢，它里边呢最重要的就讲布施，讲持戒，讲布施，讲忍辱，这都是啊培福的条件和方法，重福的条件和方法，后边我们还会讲。怎么样子的培福是关怀社会啊，利益人群，这个是啊最重要的事。那也请问诸位，我们关怀自己的儿女算不算培福？关怀自己的太太、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母算不算培福？算。因为佛教讲的福田呢，所以种福培福的福田呢，要种福就要田来种，是包括啊自己的眷属在内的，众生、亲友、国家，以及呢所谓师生三宝。所以像宗教的，为宗教的事宜，支持宗教事宜，扶持宗教的事宜，推动宗教的事宜，这是啊培福。而孝养父母是培福，栽培子女是培福，对国家、对社会来关怀和啊尽义务、尽责任，就是培福。那么对一切的众生呢，我们给他们呢安和利乐，也是培福。所以众福的范围是包括一切的人，亲疏不论，厚薄不分，只要啊有人需要，我们呢就要做。不过
我们都是凡夫。凡夫啊，是需要从我们呢晋升的人做起的。有一些老太太们呢，听到法师们说供养三宝是最上的福田，结果啊，把儿女的教育费啊，把它克扣下来，或者是把小孩的糖果费啊，把它克扣下来，就是供养三宝。请问诸位，这样子对不对？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呢会引来啊儿女的对佛教的排斥或啊反感，反而害了佛法，害了佛教，而不是啊真正的呀种佛。不过呢，有一个条件，如果小孩子本来是他吃糖的，叫他少吃一点糖，告诉他说种佛啊，供养三宝啊，是救济贫穷啊，是非常好的事。要培养小孩对于啊三宝的恭敬，对于人类的呀同情，培养他们的爱心，他小孩子懂得了，晓得了，他愿意了，这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呢，所以种佛需要啊也有智慧，否则的话会招来啊对佛教的破坏和毁谤。观音菩萨以耳根圆通法门，证得如来妙智，慈悲善巧的圣严法师带领我们一起效法观音菩萨，收拾耳根，反闻自性，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生与死之间蕴含无限的可能性，如何活得有意义，从生死学中学生死，带领我们探索生命的本质，找寻不同解读角度的生死观。九月底前享79折优惠。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必自杀，还有许多的活路可走。安和丰富是一种新的感受和回馈行动，以简单知足的心来对待自己，善待地球，珍惜自己的福分和环境，让身心获得真正的平安与富足。我们昨天呢讲到《金刚经》里边有一位长者叫做鸡孤独，他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人，可是呢，他把他的财产呢供养三宝，而救济啊贫穷。也就是说，对于啊无依无靠的人，以及啊在贫苦疾难之中的人，来给救济，这是啊
比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舒服更重要。这个是真正的有福报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福、自己家庭的福分给许多的人去共同一起来享受。这个是把自己的福报储存在哪里啊？等于是储存在银行里面去，我们叫做储存到无尽账里面去。众生，我只要不管是什么众生，我凡是有需要我给的我就给。你假如是只有一个钱，或者是一块钱，或者是一百块钱，你只能够帮助一个人，但是呢你说我没有一定的对象，这一百块钱呢有需要他的人我就给，谁需要他当时遇到我就给他帮他的忙，这个功德就叫做无尽的功德，就是无尽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特定的对象，所以一切的人、一切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象，所以虽然只有一百块钱帮助了一个人，但是他的功德是啊，是无穷无尽的。诸位，这个道理听懂吗？所以修无尽功德，种无量的福田，听起来好像是很不可能的事，但事实上啊，从佛法的原则来讲，是可能的。我们人人都可以种无量的福田，我们人人都可以积无量的功德，人人呢可以呀、种无量的福田的无量福报。请问诸位，刚才我那一句话听到没有？听到了哈，是没有一定的对象。我虽然只有一点点的东西，但是呢，我不管是什么人要，我就给他。这个就是啊，无尽的功德，就是度无量的众生的意思是这样子。很多人说佛教啊，都是讲大话，要度无尽众生，你怎么度法？你一生一世度什么人呢？你积无量功德，你有多少财产？你有多少能力？你能够积得无量功德？其实很简单。我刚才这样子讲，你们每一位都可以种无量福田，对不对？如果你赚了钱，仅仅是为了你的太太，仅仅是为了你的儿女，这个福田是福田，这个是小福田，这是有限的福田。现在下边呢，第二，守财、享受、弄权、挥霍无度、损人利己，那是无福，这个跟福报是相反的呀。有钱的人而不用钱，舍不得用，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叫什么？守财奴。守财奴很多了，他的享受就是今天看看我的账目上有多少钱，明天再去仓库里看一看有多少财物，这个就是啊，他在欣赏他自己呀、享受他自己的财富。而甚至于对儿女、对家庭的人都啊毫吝啬，这叫做守财奴。守财奴是没有福报的人，有钱而不用钱是没有福报的人，赚了钱自己不用，就是累积在那个地方，这是啊没有福报的人。曾经有一位啊千万富翁给我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很含有哲理。他说，法师，你知道我们有钱的人是有的什么？我说，有钱是有的钱呢？他说，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有的钱是啊，是零。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好多原因。第一，说我的财产增加了，又增加了一个位数，
是增加一个什么？一个圈圈，就是一个零。少了一个是，就是说财产少了，少了一个位数，又少一个零。增加增加的零，少减少减少的零。然后他说：“你要知道，这有钱的人呢，他自己是没有钱的，都是在公司里边用钱。”他说：“我身上就是没有钱，我身上只有支票，所以支票是不是钱？身上我没有钱，所以有钱的人呢是没有钱的人。”哎呀，我说：“那你这个有钱有的什么意思吗？”他说：“但是呢，有意思的就是玩那个零字游戏啊，很有意思啊。”我说：“你既然知道是零呢，那你应该要好好的做好事。”他说：“是。”他说：“往往啊，也是身不由己，心不由己。他说钱是我的，但是我要用它，不简单呢，不是说我要用钱就能用得到的。所以呢，我很羡慕你法师啊，没有钱正是好。这个有钱的人可能也有这种。”这种感受啊，但是有钱要用钱，要支配这个钱。如果你不支配这个钱，钱不是你的。享受，我刚才讲了，享受不是好办法。享受的人是没有福报的人。我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呢，都非常节省。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啊有钱的居士，他非常节省。他早上呢起来泡红茶吃，红茶里边要加生姜片呢。他加了生姜片呢以后啊，他还特别的关照他的太太，他说：“哎，那个生姜你把它包起来，保鲜纸包起来，还可以吃一吃啊。”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某某大居士，这片生姜你这个怎么认识啊？这么一点点。”他说：“法师啊，我不是认识，钱不是我的，钱是大家赚的，我的公司里的钱不是我的，我的公司里的钱是我的员工以及跟我的公司相关的所有的呀客户，他们跟我们共同啊赚的钱，我的钱不能够随便乱用的。那我有一些钱，我如果乱用掉的话，那我对不起他们。因此，我现在还有一些钱呢，来护持三宝，来供养法师，请你啊来替我做好事。”啊，我听到以后，我说有钱的人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一个人，他不是千万富翁，但是至少是百万以上的富翁了。在台湾来讲，现在来讲应该是千万了。他有一次来到我们庙里边，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来的？今天晚这么晚了来的？”他说：“我今天是坐巴士来的。”我说：“你的车子怎么了？”他说：“今天我啊，为了到庙里来，所以我把坐汽车的那个汽车这个汽油钱呢省下来，我买了一篮子水果来供佛。”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那你干脆你把你的车子这个卖掉了，从此以后天天坐公车多好了。”他说：“这个法师你又错了。”他说：“今天是我的假日，我没有事，我的时间反正是到庙里来，我迟到一点早到一点没有关系，我不赶时间。我平常我要赶路，我要赶时间呢。”他说：“还有一点法师你要知道啊，我如果不坐汽车去开会的话，人家就不让我进门呢，你听。”
纯素、天然、无人工香料，严选来自活力大地的五谷杂粮，调配出香浓营养、鲜活好吸收的优质烹调饮品，让您简单吃、随意尝，点点心意，解解馋。以最简单的素材，留给地球最自在的空间。从新做起，简单过生活。简约人文具系列，让你生活 so easy。即日起，简约优惠7-8折。观世音菩萨以耳根圆通法门证得如来妙智，大悲心楞严修行组合即日起至10月31日止推广特惠价72折，让我们一起来听闻空性的声音。这个享受同挥霍是相同，弄权呢是这个权力的运用啊，这个权是很有用的。我们有权的人就是能够登高一呼啊，万善相应，一个人讲一句话就能够使得千万人得到利益，这个是重的福。有很多清官呢，两袖清风，没有钱，但是他们能够啊做好事，所以人在宫门好心善，这就是权。相反的，弄权，权在手上可以害人的，权就像武就刀一样的，刀能够杀人，刀也能够救人。医生用刀是救人，而屠夫用刀啊就杀人了，杀生了。所以弄权呢也是啊，是损福的事，自己占到一点便宜，让人家受一点损失，这看起来好像自己啊占了便宜了，是得到了，实际上啊自己的损失更大。这是从因果观念呢看，从社会的呀、这个互通有无的观点呢来看。第三，福报当与品德相应。所以《金刚经》里面说，福德二字是连用，一共有16次之多。福一定要有德，福而没有德，那就不是福。福德，福德，德是道德的意思，品德的意思。那么福德这是什么呢？就是功德。那么《金刚经》所强调的有持戒、布施、忍辱这个三个大项目啊，就是啊功德，也就是啊福德。而布施之中呢，以法布施啊功德最大。其实持戒和忍辱都是跟布施相关。持戒五戒又叫做五大施，五种大布施。忍辱是为了利他而忍，这是菩萨行，实际上也跟布施相通。但是用佛法来布施的功德最大。那么佛法为什么功德最大？诸位曾经有没有听到说过啊？给人家鱼吃，不如啊，叫人家学会呀、打鱼的技术和啊，系网的技术。鱼你给人家吃，
它吃得完的，吃完了以后就变没有了。如果你教会它鸡网的技术，教会它打鱼的技术和智能，那它永远呢可以呀、有鱼可打，永远可以生活下去。所以法布施这个法的意思，诸位不要把它想象的太啊这个抽象。法的意思就是啊一种观念、知识，或者是啊用得来生活的一种方法，也就是啊修行的观念和修行的方法，这叫做法。所谓修行，你们诸位也不要把它想象的太抽象、太玄妙。所谓修行呢，就是啊修理、修正和啊修改我们的身口意三种行为，我们的身体的行为、心理的行为和我们语言的行为。这三种行为我们用佛法的观念和标准来作为啊依据来修正、修改、修理，再叫做修行。这样子的话，我们人人在任何一个时间呢都是啊在修行的。所以修行并不是很难的事，并不一定是要敲磨鱼才叫做修行。比如说你刚才呀在无意之中一个不小心呢骂了一句三字经，你马上啊心里边呢一想，哎，我刚刚听了金刚经呢，我怎么念三字经的呢？这个就是修行啊，因为马上你能够啊警觉到自己刚才的呢出口啊不顺，你的口德不良，你要改过，这个叫做修行。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在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啊修行。圣严法师的童年不但趣事多，糗事更多，一篇篇圣严法师的顽皮故事加上精心绘制的下边呢我们再看第二，智慧的定义是什么。智慧的定义就当做的是要恰到好处的去做，当说的话要适如其分地去说。这里边呢下边的内容，世俗的智慧包括知识学问、顺势明辨、敏捷的反应呢以及等等等。世俗的智慧啊就是我们世间所有用的种种的知识学问观念呢和技术，以及啊我们自己啊突然间这心灵神会这种啊发现，都叫做世间的智慧，叫世俗的智慧。那么世俗的智慧跟这个出世的智慧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再看出世的智慧是什么。出世的智慧呢，我们昨天讲就是小圣的智慧。小圣的意思就是自了、自解脱的人，洞察一切现象非因缘，而无非因缘呢
生命因果啊流转。实证呢，一切的现象呢，无非啊无常、苦、空，所以啊厌离啊一切现象。对世间的一切现象，是啊看透了、看穿了，都是因缘生、因缘灭，而有果是由因而来的，造了因一定会有果出现的，所以有的人需要努力而得到结果，那么有的人呢得到结果以后啊，也还是要更加一层的努力，希望还有结果在后边，这是世间的呀这个生命现象。可是这些生命现象啊，就是既然呢是生生灭灭，那就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啊，它不是真实的，因为是无常啊，所以呢带来啊许多的苦恼和烦恼。无常，一个是生命的无常，一个是啊我们健康的无常，还有呢权位的无常，我们可以把它是权力名位势，这个五个字啊都是无常的啊，权力名位势都是无常的，但是这一些有用啊，不是没有用，可是呢它不是啊永远能够保留的，因此呢就会产生一种苦恼而出现，不能够永远保留它，就会呀感觉到苦恼。最苦恼的是呢，人能富贵而不能够贫穷，富贵容易，贫穷啊很难。贫穷的人当他富贵以后啊，再叫他贫穷的时候啊，他就要自杀了，他已经受不了了，这是非常的痛苦的事。为什么？这是无常的原因。还有我们人人间的所有的一切的呀环境遭遇，不管是啊怎么样的美满，诸位都知道花不可能永远的盛开，人不可能呢永远的是啊年年十八岁，所以一切的事都有啊悲欢离合，这是世间的呀无常。那么如果能够知道是空的话呢，就啊就把它可以放下，放下以后就离开这个一切现象，离开这个世界呢就好好的呀就进入涅槃境界去了，就不再来这个世间。因此呢小圣的这个佛教徒啊是厌世的，那么佛教呢常常被人家误会啊说逃避现实，说是啊消极，是指的啊小圣的思想。那么下边我们要看菩萨的智慧、佛的智慧。如维摩经菩萨品所说的，教化众生而其空，不舍有为而其无相，视线呢受身而其无作，这个是啊什么意思？他教化一切众生，金刚经前面呢我们念过一次啊，度尽一切众生而舍无异众生的度，度众生呢是要度的，度一切众生，但是呢还度完以后也不觉得自己是度了众生，不舍有为啊而其啊无相。有为的意思是什么？是有作为、有期望、有期待、有努力，
有因有果，一切都有。在现实的事件之中，对于所有的一切的现象啊，自己都像一般的人完全一样，在家人呢也需要娶妻生子，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为自己个人的功名，为社会的呀富强和康乐，他一样的要努力。但是呢，他跟一般的平常的人所不同的呢，是虽然呢做了这一些事，他还是呢能够以无相啊来看待。说无相的意思，说这一切现象都是啊虚妄相，都是啊空相，因此叫做无相。是先受身而起无作，这句话受身的意思很重要啊。小身的人呢，就怕这个世间，厌离这个世间，恐怕这个世间呢许多的问题困扰他，所以得赶快离开，而叫做脱离生死。可是菩萨呢，是啊，在生死之中，就生死的苦海之中啊，他还是一样的跟我们凡夫相同，也有出生，也有死亡，也还会害病，但是他能够啊觉得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奇奇秘密，不过啊像水上的泡泡一样，泡沫一样，幻起幻灭，不是啊真的。这是啊一种啊菩萨的境界。佛法告诉我们，生命皆息息相关，相互依存。佛教与生态学结合佛教与环境伦理，全面关照地球的生命系统。佛教与生态学现正热卖中。天然温和，无色透明，散发淡淡葡萄柚香。爱护我们的地球，宝贝您的衣物。四福天然茶籽洗衣素，洁净洗衣新上市。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少欲知足，你就是最富有的人。只要恬淡如水，你就是生活健康快乐的力量。做好新六轮的奉献，好愿就会实现。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必自杀，还有许多的活路可走。49则逆转生命的智慧，带领我们超越封闭式的爱，关照人与环境的深层连结，疗愈自己，也疗愈全世界，让您不再窥探我该怎么办。金刚经即是啊无上的智慧经，那它名字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的意思就是无上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比金刚啊更珍贵而更坚强有力的东西。所以把佛教的智慧称为般若，称为金刚。那么般若的意思就是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佛菩萨的智慧。般若一定是指的佛菩萨的智慧，小圣的智慧都不能称为般若。小圣的智慧称为慧，
不能够叫他不仁。所以这一部经的名称呢，就是啊，以无上的智慧啊为名称。它能够啊断除一切世间法及一切出世间法的执着，所以能够超越凡夫的生死苦海，也超越小圣的呀极密境界。讲到这里，诸位已经可能都知道了。所以超越生死苦海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小圣的超越，小圣呢是从生死里边呢离开，而不再生于死，叫做进入涅槃，这个叫做小圣的涅槃。可是大圣的超越生死啊，是啊在生死之中而不受生死的困扰所影响，这叫做啊大圣的超越生死苦海。那一切的菩萨和诸佛啊，他们先种种生，在生死苦海之中跟众生在一起，他们也是一样有生有死。但是众生在生死中是受报，而菩萨在生死苦海中是在做什么？是在度众生，这不大一样啊。所以有的人这个恭维我说，法师你是圣人再来，乘缘再来，其实我在生死中受的蛮多的苦，我觉得我感觉到有苦，所以我说我不是啊大菩萨，但是呢我相信我在学菩萨行，而凡夫学菩萨行，像我这样子的人都能够学，那任何人都应该可以学。所以这一点呢，我想非常的强调给诸位啊，能够以凡夫身来学菩萨行。现在下边呢，我们看《金刚经》的福慧双修，修福啊，当与修慧啊来配合。福与慧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像鸟的两个翅膀，福慧啊一定要并行的。如果有福，重福而没有智慧的话，他修的福很可能呢对社会是无益的。所以修福一定要有智慧来指导，而修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不修福报，就等于是什么？等于啊锦衣夜行，诸位听过没有？穿的一身的啊锦衣是什么意思啊？说非常这个漂亮啊，质地高贵的衣服，在黑夜里边走路一样的。如果有智慧而不把你自己的智慧来利益人的话，你这个智慧啊就是叫做孤高自赏。你这个智慧等于是没有智慧。所以在佛教里边呢要福慧双修。请问诸位，我们读诵经典究竟是算是修福呢还是修慧？读经看经是修福呢还是修慧？修慧。诸位来听经呢，听经是修福呢还是修慧？福慧双修。你们诸位啊来听经
就好像是就是自己是来接收的嘛，来取得的嘛。其实如果你这个念头一转呢，就不一样了。念头转一转，说我是来成就圣严法师菩萨道。所以你们诸位来听经呢，听讲呢，是既修佛也修慧，看你的观念怎么样了啊。所以佛慧啊，双修啊，一定是啊，看你的心态的啊。你做任何事都可能是佛慧双修，这看你的心态怎么样啊，我们用心是怎么样。像第一句《金刚经》云：“有持戒修福者，一持《金刚经》的章句啊，能生信心，一持为实。”持戒修福的人，一定呢要听《金刚经》，要接受《金刚经》的开示，因为你已经持戒修福了，你如果不听《金刚经》，你不看《金刚经》，你就有很多的执着。那持戒的话，值得人天福报；修佛的话，也是人天福报。这是有限的，这是有非常有限的。如果你们来听《金刚经》，像刚才我讲的，就是只有一块钱，你布施也会得无量功德。那是因为你是啊，听了《金刚经》，你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你说我不，我是以平等布施，我不啊以啊选择来布施，这就是啊听了《金刚经》以后的智慧嘛。谢谢。《金刚经》云：“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又云：“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亦布施。”这是啊，要我们学菩萨，菩萨应该啊，第一要修布施行，六度之中啊，布施为第一，而布施呢最容易做，布施啊人人可以做。像我刚才已经说了的，有钱无钱，有能无能，都可以啊修布施行。所以人人都可以行菩萨道，但是修了布施行而不要住相，这个相我们前面讲的呀，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呢色声香味触法相，是不是啊？是六尘相和这个人我相。这个住的意思诸位还记得吗？是什么意思？在乎。在乎的意思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好事，我做了这么好事，应该是得回馈的，这个叫在乎了。我做了这么好事，得到的反应我一定要有反应的，没有反应呢我很在乎。比如说我讲了这么久都没有鼓掌，我很在乎。这个叫住相。菩萨哈、依法应无所住，法的意思我刚才讲了，法是啊指的修行的方法和修行的道理，修行的观念和修行的道路。可是呢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是一切现象叫做法。这个现象呢包括啊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还有自然现象。
总而言之，一切现象，我刚才举的四种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现象，这都叫做法。不要心里边在乎而做布施，这是很重要。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圣严师父的晚年恬淡而丰收。一千多个日子，交织成师父最真诚的美好晚年。美好的晚年，温暖阅读价360元。好的时候，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时候。我凭的是什么？凭的一个心愿和毅力。苦没有关系，比如说当时我有个弟子啊，看到我很穷啊，他就问我，他说师父，我们这样子下去活得下去吗？我说蚂蚁都能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活？我们是人呢，一定能活的。他说出家人啊，什么都没有，他这个没有信徒，你怎么能够维持？我说，在家人啊，拖拖拉拉的一个家庭，他都能够活，我们只有一个人都能活不下去，这是开玩笑了啦。人生啊，什么样子的问题出现的时候，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念佛能使我们升起慈悲心，成就自身净土。圣严法师从佛法的基本知见开始，带领我们一窥净土法门的堂奥。法古文化诚挚推荐圣严法师教净土法门。法古山独特的禅悦境教，体现自然景观、人文建筑与心灵环保的和谐美感，庄严朴实的佛像与殿堂艺术，提供参访者身心自在的安定氛围。现在下边看第三，《金刚经》云：“又念过去，以500世。”做忍若仙人，一而所示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在昨天呢已经讲过，这个忍若仙人是在割离王的时代，把身体啊被一级一级的啊砍下来，一块一块的肉啊割下来，而他自己心中啊不起啊嗔恨心、怨恨心，他是因为为了要度众生，是以慈悲心来接收这样的灵液。虽然呢，身体被一刀一刀的剐，而心里边呢，还以慈悲心呢来看待那个恶王，还以慈悲心呢来照顾着那一些宫女。这实际上啊，就是智慧，就是智慧，就是无相啊，不以我为出发点，我个人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只要众生得利益，这就是无我相。下边呢，看《金刚经》又说：“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什么相呢？实际上主要是离的是啊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已经讲过2次，我再讲一次。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实际上就是
主观的我和客观的你、他，以及呀、许多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你、我、他，许多的人，在时间过程之中的互动，这个叫做受宰相。时间中的存在，这个叫做受宰相。就是空间相、时间相，它都啊不执着，从时间相、空间相得到解脱，这才能够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就是要成佛的人，必须先要离相，离一切相。一切相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第二，修慧啊，是从修佛来表现的；智慧啊，是从修福报而表现你有智慧。如果你不是修福报而表现智慧，这是啊卖弄鬼聪明，是卖弄自己的啊才华。这不需要你讲话，你在那边滔滔不绝在讲；不需要你表现你的学问，你在那边呢卖弄你的学问；不需要表现你自己啊有多少高明，你在表现你高明。这个是智慧吗？这不是，这是愚蠢。说大智如愚，为什么？他不轻易讲话，在不需要讲话的场合他不要讲，而非必须要他讲的时候，他这是啊三言两语的讲完。金刚经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因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还有啊不应住声香味触法不施啊。诸位听过一个故事吗？我们中国禅宗有一位伟大的禅师六祖慧能，他怎么开悟的？这是听到有一位居士在诵经，诵到了《金刚经》里边的两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马上开悟，这是智慧，非常有智慧的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是不要执着，但是你要用你的智慧啊，来去帮助众生，出去做你应该需要做的事。生什么心？生烦恼心呢？生智慧心？生两种心，慈悲心，什么心？还有智慧心。无助就是不要执着，不要在乎，但是你还要用智慧心来表现你的慈悲心，就是啊修佛。所以智慧一定要从修佛报而表现。下边在《金刚经》云：若菩萨心住以法而行不施，如人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众种种色。这两句是啊《金刚经》里边讲强调了智慧的功能。心住与发，那是有执着，就是没有智慧，也就是没有般若。没有智慧的，你做布施的话，虽然做了很多的好事，
也许做的是对的，可能是做的是对的，但是因为你心里边呢是有相不是，你心里边呢是啊在乎的，你会回收，你呀、啊、会回收的。所谓回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帮了人家的忙，下一次希望人家来帮你的忙。有一次啊，一位居士啊，他给了我一个大红包，然后跪下来求，他说：“师父啊，当你升西天的时候呢，不要忘掉了我啊。”他等于是拿一个红包来买票。这个是买一张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呀、啊、一种叫是啊船票，是不是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升西方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吗？我说那你怎么跟？我说我没有身体，我也没有手没有头，什么也没有，我就这么去了。哎，他说那我也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身体也去啊。我说当你也真的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身体，哪个地方不是佛国，哪个地方不是净土，你还要跟我去做什么？说他这个的布施啊，是住相布施，对不对？是有为还是无为啊？有相还是无相啊？有相。以《金刚经》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做任何布施，这是为布施而布施，布施了了，我不求回馈，不为任何目的，这是布施，这个叫做无尽的布施。和得无量的功德，这是智慧的布施。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金刚经》这样讲的啊。安和丰富是一种新的感受和回馈行动。以简单知足的心来对待自己，善待地球，珍惜自己的福分和环境，让身心获得真正的平安与富足。呼吸即是财富，活着啊就有希望。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必自杀，还有许多的活路可走。人生是给人家希望的吗？人生是给人家光明的吗？人生是庄严这个世界的吗？人生就是我们法身的。如果没有人生，我们就黯然失色。人生一定要继续办下去。佛法应该怎么用？为什么烦恼起来时却使不上力？面对家庭、工作、人际间的种种困扰，人生杂志为您汲取佛法的智慧，活用于日常生活中，为生命注入源源不绝的心灵能量。福慧人生订阅专案。订阅人生杂志一年1440元，订阅人生杂志两年2700元，另有订阅好礼，详情请洽法古文化。
把握生命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事事学习，时时充实，微笑面对人生。即日起至9月30日止，微笑面对人生，让生命更美好舒展。单本特惠30元起。有一个居士啊，跟我谈过话，以后我帮了他一个小忙。他临走的时候啊，他到处找，一个口袋里翻，那个口袋里翻，翻来翻去啊，他说：“师父，我今天忘掉了带钱呢。”我说：“我又不是律师，我又不需要钟点费或者还有谈话费。”我说：“跟你谈几句话，这是我这个做和尚的是应该的。”是你这个跟我谈过话以后，一定要给我钱，你才能走得了吗？这个，他这个意思好像谈过话以后一定要给我点钱啊，要不然的话欠我一份人情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我了。所以我们呢，要有智慧心来行菩萨，行菩萨道，修布施行的话，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有眼睛的人呢，看到一切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就不会迷惑，不会迷乱。这个意思是说，有相布施呢，是会有烦恼的，烦恼等于是在黑暗之中；而无相布施呢，是有智慧的，有智慧呀，就等于没有烦恼，是从烦恼的解脱的意思。下边呢，讲金刚经云：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所以菩萨做的福德不应该贪自己的有福德有功德，自己贪着自己有福德的话，不是菩萨，只是普通人。现在我们下边呢，很快的就讲完。第三，以智慧修福德，才能够无碍自在。一戒定慧三无漏学，是以慧为中心。若无智慧啊，即不知空义。所以啊，虽然持戒修佛，修习禅定，而得到禅定，还不能够啊超出于人天的果报范围。有了与空相应的智慧呢，才能够得无漏的解脱。所以戒定慧叫做三无漏学。无漏的意思啊，就是得解脱的意思。如何的持戒而得解脱，如何的修定而得解脱，必须要跟智慧相应。如果持戒而没有智慧，修定而没有智慧，他还是在人间，最多啊升到天上。虽然升到天上，有天父享尽的一天，天也有他的寿命，天有他的福德的这个多少，天的层次啊有相当多，有啊欲界、色界、五十界。欲界天呢是享受啊五欲的快乐，而色界天呢享受啊禅定的快乐，而五十界天呢是啊，注意啊，空定，在定中啊，相当长的时间呢，不受啊世界任何烦恼的困扰。可是，虽然没有心理的任何心理的意识的活动，可是呢，当定力褪色的时候，还会呀、啊、回到人间，回到众生之中啊生。没，还是受到种种的呀苦恼而的逼迫。因此持戒修定一定要加智慧才是佛法，否则的话不是佛法。有的人受了菩萨戒认为就是菩萨了，其实
如果受了戒而没有空的智慧，如果没有来听《金刚经》，那他不能够出三界，不算是菩萨。你们诸位啊，很有福报。虽然不管受戒没有受戒，听了《金刚经》就是有智慧的人。你接受他，认同他，就是有智慧的人。现在我们再往下看，行布施而不住相，即是菩萨道；离智慧而行布施，即乐于有相有为，即成为说佛行。也就是说，没有智慧修一切布施，这是啊非常有限的。修布施啊，这是能够享佛而已，但是呢，不能得自在。佛不一定是能得自在的，有福报的人，有人说金钱能使鬼推磨，好像是不一定，不一定啊。钱不一定能够通鬼通神，有的鬼是一种硬鬼，他就是不要钱的。有没有这种鬼啊？哎呦啊，所以有福的人不一定得自在的，因此要从智慧的自在才真正的得自在。圆融与正直，是与非之间没有绝对。圣严法师的是非要温柔，让我们获得身心安顿的最佳平衡点。是非要温柔，全省法鼓体系书店均售。面对多元的族群，要敞开胸怀去接纳，以尊重来化解敌意，以称赞来增进和谐。你就是族群和谐的力量。做好新六轮的奉献，好愿就会实现。点燃一瓣馨香，将心沉淀在书写经典中，一字一句语法相会，抄经一遍胜过阅读十遍。生活祈愿修行抄经本，邀您一起与佛相应。我在美国，我有好多啊美国弟子，有一次到我们的山上去啊做义工，砍柴砍树开路，住了一天下来，他们回去了，他们好欢喜地回去了。他们怎么讲？他说感谢有这么个机会啊，让我们来做义工。我们平常老是为了赚钱赚钱赚钱啊，而今天呢，就是为了奉献而来的，所以做得非常愉快，非常非常高兴。所以今天我们来做义工，就是得到的这个报酬。报酬是什么？我很快乐，我很欢喜。这种观念呢，让我感觉到啊，就是佛法。佛法是讲啊，你现在种的因，事实上就是得的果，因果是同时的。圣严法师的童年不但趣事多，糗事更多。一篇篇圣严法师的顽皮故事，加上精心绘制的可爱插图，读来亲切又富启发性，大小朋友都喜爱哦。金刚下面的金刚，第三条啊，是故《金刚经》说，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的来布施，这个人所得的福德呢，当然是很多了。可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另外的人呢，有三男子三女人，用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世界的三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一用布施啊，得福啊更多，这是比较的啊。
这是比较型，就是有的呢是用七宝满布施啊，满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用一个大千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七宝来作为布施。第二个人呢是用啊，说三千大千世界的像恒河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啊七宝，用那些七宝来用布施呢，那福报当然更多了。可是这个下边就做比较，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初热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热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热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计亦胜布施。如果有人闻此金刚经典，信心不逆，其佛生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是为了表示啊，所有的布施之中法布施啊功德最大，也就是啊以开启智慧的金刚经的般若，金刚经的智慧啊来布施给人呢，要用七宝以及啊乃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布施啊功德更大。这地方啊这个经的内容是很简单的，就是说用无量无数的七宝来布施给人，功德当然很大。如果用无量无数的生命来布施给人，功德当然更大。可是如果有人呢对《金刚经》听了以后啊深信而不疑，这个功德比以前上面的功德更大。何况如果你听了《金刚经》以后还能够啊写经，写了经做什么？写了经给其他的人去念的，去看受持，是把《金刚经》里的道理照着去做。而读诵，读诵是什么？一次一次的来温习《金刚经》里面的开始，让我们自己啊跟《金刚经》的经义能够啊变成了合而为一，同时还能够啊把《金刚经》解释给其他人听，那功德更大。因此，诸位听了四个晚上的《金刚经》呢，你们的功德比什么都大，不过呢我的功德比你们还要大。如果执着有功德的话，这个是有问题的。金刚经里讲啊，是福德即非福德性，福德你认为真有福德的话，这是有限的福德，你不要以为有福德，这是无限的。为什么？你认为有福德你会回收，你希望享受它接收它，你认为没有福德，没有做过的事，认为没有做的做了，你没有准备要回收啊，这你的功德就是永恒的无限的，所以是功德是最大的。因此呢我讲了四天等于没有讲，可是呢并没有白讲，诸位是听到了的。听到了以后呢应该也要书写受持读诵，还要怎么样为人解说，但是不要愚蠢，
像古人一样，古人因为呀、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没有活版的印刷，也没有影印机，所以呢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写了再给人家去。现在既然有那么多的好的印刷这个技术，我们呢就去印刷去，印刷了以后再给人家。可是《金刚经》很难懂，印刷什么样的东西给人家是最好呢？请诸位考虑的是这样子，经要印的，但是大量的印经，专门印经呢，而大家看不懂，那这个经呢，这是浪费，人家拿来去做再生纸吧，很可惜，烧掉了吧，污染环境又浪费了资源，放在哪个地方也不知道，所以经要印，但是需要才印，不需要不要印太多的经。还有呢，这个通俗的这个佛经，通俗的这个佛教的书籍啊，应该多印的给人家，吸引人呢、人人能够看得懂，人人能够接收它。我今天呢讲到这里啊，讲完了，非常的不容易。金刚经呢，我们也想到能够讲完的，因为金刚经本身呢是在佛教里边呢理论之中的最高的理论，它是最高的哲理，是种哲学，它不是啊我们讲故事啊那样子的一种经典，所以。像我像这样的讲是很大胆的，有没有讲错呢？我讲错了的话，我自己负责任。如果诸位听到了我讲错了的话，请你们指教，写信给我也可以，这个传真给我也可以哈。谢谢诸位，今天的《金刚经》讲座呢，讲到这里为止。观世音菩萨以耳根圆通法门证得如来妙智，大悲心楞严修行组合即日起至